分局于今时日接获报案，于桃园高铁站停车场发现2名失踪人口，警方就前往现场勘查，发现一部自小车车内有2具遗体，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积极清查，该初步认定为财务纠纷。 发生地点在新北市，死亡的原因要等解剖后才能厘清。全案已掌握特定的对象，并由桃园地检署指挥本分局积极查缉。